团长，别再等了，你已经在这儿站了四个小时了，说不定他们不会走这条路了。团长，咱回去吧。丁团长，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真心抗日的爱国将领，可卢焕昌却是另有打算，所以我要把刘一手他们带走。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您是了解的，我们真诚希望您能与我们携手合作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。丁成义他们，他们曾经是我们的仇人，关押过我们，手上沾满了我们战士的鲜血。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，经过我们的敢搏抗争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也能把他们改造成为今天这样一支部队。我在反思，那他们的心灵之关是什么呢？是苟且的活着，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还是拼杀在抗日的战场上？他们现在还是我们的仇人吗？不，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并肩在沙场上的兄弟，是和我们一起抗日杀敌的兄弟，是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日的兄弟。既然是兄弟，我们怎么有能舍弃他们，让我们自己离开这里呢？我认为我们应该带领他们一起出关。现在我们解放自由，和我们的人民没有解放，没有自由，他们还在饱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。我无数次地说过，只要心里有盐，处处都是我们的家。这儿就是我们的战场，这儿就是我们的家。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家庭里面的每一个兄弟，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战，兄弟齐心，一起出关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我不管你们的去留，但我留一手一定会留下来。说得太好了，留一手同志。同志们，大敌当前，国共只有合作抗日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。如果有同志愿意像留一手那样继续留下来，组织上也是支持你们的。我给刘一手走，我留下，刘亚，我留下，我留下，我留下。Thank you.
叔，啊，是不是潼关来电报了？说什么？刘一水没走。你说什么？不光刘一水没走，所有红军都没走。他们说要留下来和丁成一同生共死，一同抗日呢。好了，就到这儿吧，你们回去吧。您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来救我们，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留下来，真是有点对不住您。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我会把你们这儿的情况和计划如实的向上面汇报。刚才丁团长他也同意和八办的电台保持联系，以后你们不再是孤军作战了。多保重。保重，大姐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卢瑞啊，给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报告。说什么？就说我们第一批抗日先遣部队已经出去久了，在前方也是浴血奋战了。到了该歇歇的时候了，我要把他们撤回来，我要整训。是。你们大家看看吧，卢司令让咱们回去了。团长，咱不能回去啊。不回去也不行啊，这是司令的命令。再者说了，这部队轮休也没什么拒绝的理由啊。哎，昨天红军留下了，今天倒好，咱们又要回去了。如果真这样的话，团长，咱们也要跟人家留一手说一声。既然咱回五州，干脆放人家到陕北，人家对得起咱，咱不能耽误人家。打个小鬼子这么难呢？我就问问你们一句话啊，人家红军为了跟咱们一块打鬼子决定不回家了，你们说咱们就这么说撤就撤了啊？那还能怎么着啊？哎，明天是不是有西安行营的长官的视察？是啊。那就好办了，看我的。报告长官，五州抗日先遣团奉命驻防，请长官视察。你就是丁成义吧？是。听说你的部队打得很猛啊。全赖战区长官和卢司令的运筹帷幄。不要说客套话，谈谈对河防的看法。黄河填险是我军抵抗日军的一道天然屏障，但是完全依靠河防那是靠不住的，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防线。丁团长继续。诚意恳请战区长官调拨部分兵力渡过河岸，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，这样才能保障黄河南岸的安全防线与百姓的平安生活。说得好啊，如果派你去，你敢不敢呢？诚意愿赴汤蹈火。好，诚意啊。哎，卢司令不是早就给你打过招呼吗？后面的部队会跟上来，替咱们轮流作战的。倭寇不出，哪得安闲？诚意愿接受任何抗日之驱驰。
纵横杀敌战场，不死不休。程一啊，准备吧。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丁程一都干了些什么？哎，他是在拆我的台。老蒋是什么人呢？老蒋是抓着空子就不让人的人，就不让你翻身的人。前天他丁程一跟人家说什么不死不休，老蒋就把我的调令给退回来了。这是丁程一在打我的脸呐。哎，叔，您别生那么大气。那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，咱就把我小叔撤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卢涛也卷进去了啊！老蒋已经下令了，丁程一和卢涛都被二战区调到黄河北岸了。要在南岸还好说，到了北岸，那是天天跟鬼子打呀打呀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这两支部队都叫丁程一给毁了。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哎，不容易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又说又练真把式。那看好了，这手上可什么都没有，我这一抓呀，就给您抓出一块红布来，讨个吉利。先吹一口仙气，哎哎哎。我一定还得捏回去啊。哎，好，这就没了。有钱的捧个钱脚，没钱的捧个人脚，别光看不给钱呀。对的。哎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就是这枪毙了。他上来，他就上来，吹口仙气，哎，他就上来了。哎，假把式，又说又练真的。对，太监，太监，你们什么都搞，出到贵宝地，你挣点过日子的钱。小媳妇，哎，这不是给太君来一个剪彩？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来。让太君给咱们讲个彩，出到贵宝地，咱们讨个吉利啊！好好好，哎，太君，哎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绳子啊，中间没什么问题啊。太君，你看一下绳子的中间在哪里？那您，中间，绳子的中间，中间，就是中段，这里。哎，对，看啊，这就是绳子的中间啊，看好啊，绳子中间，哎，对。请太君见台，见台，见台，对，来，太君，把杆子，把杆子，把杆子，不，剪彩，哎，得吉利，对，啊，吉利，吉利，
哎，太君，你看啊，这是两根绳子啊，我得把它接上啊，各位请上眼啊。 老子要全压了，老子还买账，要一把翻盘。行，领导，还是叔子啊，你给我捂鸭嘴啊，不会说点好听的。哎，领导，你今天手气不行，还是算了，东家来个变戏法的，咱那狠。一个变戏法的，熄火可多少呢？走，跟老子去喊一喊。走，下来。 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人场。来，再给他来一段。来一个啊！这个是个苦碗。啊！滚！行，长官，你要看戏法啊？什么长官？这不二拱吗？哎呀，我说我今儿晚上骰子总输呢。原来我是撞上大运了。那肯定的，长官一看就是一脸福相，是不是？ 别说，你这身行头扮上，我要不用出十分的精神头来，还真认不出你呀。那既然认出来了，走吧，带走。走，快点，走吧。哎，干什么这是？走，哎，走。 行吧，我赶紧想办法。你抄右路，记住，你跟后边。好，现在你跟着我。走。这边。 老子往手，只要你好看看，走。你说你能值多少大洋呢？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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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 待会儿别哭啊，说话就打死你。带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走！这个疯子，满街乱窜，找死啊你！把这边带到屋里捆起来。是。别开枪，别开枪！手这里是火药城啊，枪一响，鬼子就听见了，大家都走不了，都走不了。老高，我刚才忘了告诉你。 你连哭的机会都不再有了，你几次三番想弄死我，今天终于落到我的手里。二狗，我要用你的死来祭奠扁豆的在天之灵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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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就对不起团长，我更对不起死去的扁豆。吓死他！死死死他！吓死他！死死！这好。
报仇了。撤。哎呀，这船长都快急坏了！啥情况？二狗子，我们解决了，真的。大骆驼，你再说一遍。二狗子，我们解决了。太好了，太棒了！老子要奖励你，好好奖励你们。来，来来来来，急死我了！快快快，说说说说，拿出来给他看看。坐坐。啥玩意儿藏怀里头？船长，我和骆驼分了一下工。把淮阳城的主要街道和日军的布防全都给画下，你这画好了，画好了。这是军火库、司令部、兵营，南门在这儿。大家谈谈想法吧。丁先生，情况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淮阳城是鬼子们重兵把守的要地之一，里面有1000多个鬼子，当然还有2000多伪军。那么多？不止这些。他们的武器装备不知道比我们这边好到哪儿去了。孙队长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诸位，就在这一两天啊，淮阳城的日军要换防，换防以后的城市军事力量要比现在呢减弱很多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嗯，没听懂我啥意思？趁着这个机会拿下淮阳城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如果想拿下淮阳城应该算是微乎其微。但是丁团长说的有一点非常对，要想拿下淮阳城必须要等鬼子们换防的时候。团长，如果我们拿下淮阳，实际上也就是说把淮阳城南线和北线的鬼子拦腰给他撕开，这将会对整个第二战区南线和北线的友军十分有利。哎，大家都先别激动，我有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攻下了淮阳城，鬼子再要反扑回来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既然我们能拿下，我们就得守住。团长，就我们这么几个人一个团，这还不满员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大骆驼，以前我们以少胜多的仗没打过，你忘了？诸位，这次我必须拿下。李正，啊，陈毅啊，坐吧。手下不坐了。战区下达的命令，丁团长是否已经策划？已经筹划完毕。怎么？你要打淮阳？就你们团？对。这可是个泥潭，会把整个旅都拖进去的。加强对淮阳日军的牵制是您下达的军事命令，怎么能说我把全旅拖入泥潭？程毅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军令难违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我要是把你的计划递上去，上头那些大爷们一定会拍着脑门子说好，就这么干。可是你得清楚，流的是咱们自己的血。为国家流血是我丁成义一生志向。好吧，我就递上去了。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我想给司令打个电话。喂，丁成义啊，说，
丁成义电话，不接。他说非跟你说两句，那就拿过来吧。成义你好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司令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吗？还好。司令，我知道您为我的事儿都起病了。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，打电话跟您请罪。哼，何必呢，成义啊，事已至此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啊，司令是这样。我最近新拟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，我部即将于近日攻取日军占领的淮阳城。你要打淮阳？对。哎呀，共产党疯了，逼你去打淮阳，这下你就看清了他们是什么用心了吧？司令，没人逼我，是我主动请战的。为什么？为了我自己，也为司令。为了我？我知道，自从出关以来，你对我的行为屡屡不满，多有训斥。可是，成义知道，我这条命是您救的，唯有今天是您给的。我丁成义是讲忠义的，不管您对我怎么样，我丁成义会一如既往的尊敬你。成义啊，如果你还念着我，就不要去打什么淮阳。你跟卢涛想办法保住你们的部队，一年半载的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调回五州，哪怕我用两倍的兵力去赎回你们来。只要你听我的话。打淮阳城是我命中注定的事，如果这一仗我们杀身成仁，司令，战功和荣誉全属于您。司令，您多保重。上次你们的人领你们走，你们没走，够意思。这次是我丁成义去死，我绝不拖你们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既然留下来，就没想再离开。時間通りにつけない。遅くなるのか。はい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、将軍。遠洋城は無事に岡本に渡します。はい。岡本の部隊は交代中に襲撃され、時間にはもう間に合わない。我々は必ず遠洋城の防衛準備を始まろう。
团长，这个是我在德国留学时候用过的酒壶，知道你爱喝两口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团长，壮心酒。彪子，团长，这半年咱们兄弟走得有点远，不应该。这个给你了。这可不行，这是您的命根子呀。咱们一朝是兄弟，永远是兄弟。不管你错在哪儿，只要你回头，我丁成义永远站你身边。这马鞭子是我的魂。团长，您放心，我张彪子不是个孬种。马猴。知道你爱抽两口，这烟来的不容易啊，是东北老乡那么远的路捎来的。明天要打起来呢，你害怕你就抽两口，壮壮胆。谢谢你。戒了，我跟你来到四川之后，我喜欢上这个，你看，如果我要胆小了，我就吃这个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这，哎，你们还闹呢？行了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睡。江雪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就早点休息吧，啊。天，今天终于到了，战区已经批准我们攻取淮阳的计划，并且命令我们拿下淮阳城以后必须坚守三天。三天以后，这个糟糕的战局也许因为我们而改变了。明天下午，根据情报，淮阳城的实验大队要调离，我决定明天晚上0点发动攻击，一营按照原计划提前入城，里应外合拿下淮阳。是。是。这个后天早上7点，我们应该完成任务了吧？啊，淮阳应该是我们的了吧？团长，制定了出发的时间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要制定完成的时间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
我要给小日本写一封信，我要告诉他，后天早上七点，淮阳城将多守一趟门。听响吧，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，我去南边接团长。好，分头行动，走。这小鬼子好像没啥动静。根据最新情报，日军的换防推迟了。啥？石云至少要在关营城里头待上七天到八天。团长，要不要把计划给撤了？不，按原计划进行。
找到生命。